一圈又一圈，从林中散发出来。一片片菩提叶在风中吹皱着，月儿的菩提声听着听着，声声令我好感动。一颗颗菩提心。好，我们记着所有口诀哈。每一个动作之后，它就是要非常老实的哈、你不能够说啊，我就放松了就没了，脑袋也没有哈、脑袋的训斥呢，一而再的这样重复啊，重复有一个标准，重复久了你就信了，重复久了之后它就运作了啊，号召生理也是这样的，靠自己的心理号召它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久了。这个生理它也就接受了啊。我最喜欢讲的就像我训练狼狗一样，我训练到现在总共训练了9只狼狗啊，一只狼狗大概是12年到13年左右，我的狗都很长寿啊，所以你训练它呢，也就是你不能打不能骂它，要诱惑它啊，就是引导他，然后不可能 一天两天一年两年，就是引导我，就是你活着我就继续引导你，就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，这样到最后呢他就接受了，这样啊，我们脑袋自己也是一样啊，这个脑袋呢他要接受你呢，就一切就有办法了，他如果抗拒你的话呢，你就还没有认识他，还没有给他沟通好啊、要重复就重复的啊。好，我们呢现在重复的口号就是我这个是武学里面的，我是教武术队里面的，这个教法和你们一模一样啊，就从这手背开始到肩膀啊，然后到脑袋，脑袋就是这个露脑袋，然后和我们的心里也没太大关系，就是要求这个脑啊，脑它放松这个原理啊。好，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，把身体立正，全身放松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能注意到不动，就是注意到呼吸；一动就知道身体。正念正直就在身体和呼吸上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吐纳式，吸，呼，吸。每个人都只看自己不顾别人啊，吸，呼，吸。好，每人照镜把手圈起来，呼打开，吸，翻掌下压，呼，吸，提手，每人照镜，翻，打开，吸，压掌，呼。提手，吸，合掌，呼，打开，吸，压掌，呼，好，全身放松，立正。按示手背，观察手背放松，
观察肩膀放松，观察脑袋放松，注意胸前的呼吸，好，第二式抱球式，右脚向前吸，呼，吸，手背放松，呼，吸，呼。身放松，手背、肩膀、脑袋，注意呼吸。眼睛不必闭上，眼垂下来，越放松眼睛越好。
抱球是换左脚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再来一个，吸，呼，好，收回来，全身观察放松，观察手背、肩膀、脑袋。放松，注意胸腔的自然呼吸，保持高度的警觉，注意在呼吸上，蝴蝶式，准备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再来一个，吸，呼，好，放松全身，手背、肩膀、脑袋。注意胸前的自然呼吸，
推掌式，右步向前，请向前吸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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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个。身放松，观察手背放松，观察肩膀放松，观察脑袋放松，注意胸前的呼吸，换左脚，推掌式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腰部往后翻啊。吸，腰背不要翻啊，呼，加一个，吸，呼，好，收回来，全身放松，
手背、肩膀、脑袋、注意胸前的自然呼吸。起伏式，吸，呼，压，吸，抬头，呼，压。吸，抬肘，呼，压，吸，抬肘，好，全身放松。观察全身放松，把肩膀抬起来，全身再放松，慢慢移到座位上。蓝色的梦，梦中的一切多迷茫，清晰的只有你和爱的笑容，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。